从今以后，我就是你们岛的形象代言人了。我小时候这么吃要被噎到过，我都得一粒一粒吃。这么细，这么小，一粒一粒吃。三四粒吧。但是我真的那么吃，我就觉得它会分散到我口腔的各个角落里，我就觉得会不会尝到那个苦味，好可怕、啊！我害了怕了你了，不是我。我什么？我真是怕了你了！二当家的，我实在是听不见呢，听不见呢。爸爸的爸爸叫什么？爸爸的爸爸叫爷爷。